我们来一次回忆之旅，问一下我们自己，如果呢？最后一次造访魔鬼峡谷，又一次赎罪的机会。这一次，两个违和的人物出现了，一个是手里拿着刀的男孩，另一个则是有着警惕双眼的猎人。他们来这里的原因和所有其他人一样，为了杀死那个叫弗兰克的男人。他正在小教堂等着，没剩多远了，只需要一次干净利落的攻击。这一次会成功吗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注意，我会注视着你。狠狠地揍他一顿。我吧，我去引过来一个。我喜欢这种感觉。哦，我会把自己唱歌的本事拿出来。眼睛睁大点，小约翰，交给我吧。幸好我捡起来了。是时候制造一些噪音了。当然了，朋友。那是什么？像弓弦一样紧绷，我会搞定。盯紧目标，吉普，儿子笑了。嗯，正在路上。消失一光。时间了吗？搞定了。那好吧，搞定。好吧，交给我吧。居然留下了脚印。这次我准备好了，正在路上。开始，我会把自己唱歌的本事。听到了，把这东西点着吧。像弓弦一样紧绷，好吧。丁丁，我很抱歉，搞定了，找得很。当然，没问题。明白了，那是必须的。弗兰克说他们非常小。那群家伙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我配不上你。弗兰克的甜心。笑了。好，没问题。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是啊，正在路上。好，我们走。那是什么？你们还在等什么？去抓
拦他。告诉我，你想要什么？尽管说出来，亲爱的。我会搞定。正在路上，那是谁在那儿？住手！是啊，正在路上，那是必须的，我会搞定。没问题，因为我是整个西部最好的，亲爱的。硬币，马上就来，没人能够战胜。什么声音搞定了？明白吗？没有人。啊妈！谁在这儿？好，我们走。交给我吧，我会搞定。正在路上，这家伙今晚会现身。是，他们不可能通过这里，因为我是这个西部最好的。假硬币，马上就来，没人能够战胜我。好，明白吗？没问题，没有人。家伙的道是何方神圣？讨厌。还有很多剩余，把耳朵塞上。搞定了。别客气。什么声音？这太扯了。哦，这太有机会了。如果你成功了，那他真是不太挑食。说出来，亲爱的。这他妈是怎么回事？那是必须的。该怎么办？真他妈一团糟！幸好我捡起来了。我有钱，看到了吗？亲爱的，家是被这些……我不想浪费时间。正在路上。听说他是弗兰克的舅舅，还不行？不可能，他看起来比他年轻多了。是不是？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这是。我会搞定。你认为我配不上你？我是来找弗兰克的，听说在他们手下不敢下去。当然，我能做到。一定很疼。搞定。没问题。是啊，好吧，盯紧目标。你太贵了，女士。因为我是整个西部最好的，亲爱的。没问题，十五步，当然，我能的。我的耳朵，真是卑鄙！给我点增援。十步，十五步，正在路上。
是啊，正在路上。太贵了，女士。因为我是整个西部最好的，再来，亲爱的。好吧，盯紧。当然，真是卑鄙。你认为我有机会吗？如果你成功了，那他真是不太挑食。那是必须的。啊，好，搞定。明白了，还在等什么？抓住他！兰克非常确定这群家伙今晚。他们不可能通过这里。交给我吧，我会搞定。那群家伙到底是何方神圣？要什么？知道他们的心好良苦。妈的！等等，你太重了。兰克的旧情人？不可能，他看起来比他年轻多。好戏刚刚开始。好吧，我明白了。把这东西点着吧。好吧。你认为配不上你？他的手下不感兴趣。眼睛睁大点，小约翰，我会搞定。那是啊，拜托，我真的非常需要。哦，我看得出来，亲爱的。是必须的。搞定了。什么玩意儿？我看到了。是啊，正在路上。这次我准备好了，我会搞定，交给我吧。嘿，搞定了。我们走，我会搞定。我会搞定。没问题，那是必须的。好吧，盯紧目标。等等，开始。这次我准备好了。那是必须的。交给我吧。
计划是什么？眼睛睁大点，小约翰。是时候行动起来了，是时候制造一些噪音了。你还在等什么？去抓住他！没问题，没必要了，亲爱的，让我享受一会儿这美丽的夜色吧。问题目标，这次我准备好了。当然，我能做到，那是必须的。15步，搞定了。情况看到你了，你还在等什么？问出来。没必要了，亲爱的。我多疑。让我享受一会儿这美丽的夜色吧。好了，来进来了。发现你了。我来了，朋友。我不想浪费时间。亲爱的，这次我准备好了。这美丽的夜色吧。好吧，我知道。盯紧目标，交给我吧。15步。当然。我来了，爸爸。我会搞定，知道了。是必须的。好吧，顶进，奏效了。不要，搞定了，一定很疼。交给我吧，好吧，盯紧目标。是。行动起来了，好吧。眼睛睁大点，小约翰。好，没问题。你留心观察吧。这弓弦样紧绷了。搞定了，15步，在这儿。哇，哦，干得漂亮！像弓弦一样紧绷，正在路上。15步，真是卑鄙，那是必须的。好地方。完了，是时候行动起来了。把这东西叠上，准备好了告诉我，向周星我打个招呼。到时间了吗？搞定了。造起来，
当然了，朋友。准备好了告诉我。我们应向这位人物打个招呼。留心观察啊。时间了吗？搞定了，我会搞定。好，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我会把自己唱歌的本事拿出来。是时候行动起来。你认为造诣。动手吧。准备好了告诉我。是时候制造一些噪音了。我吧，你开玩笑吧？滚出来！有动静！我才不会去哪儿。噪音。我去引过来一个。好，我准备好了。当然，我能做到。把这东西点着吧。正在行动，我会把自己唱歌的本事拿出来。像弓弦一样紧绷，十五步，正在路上。计划是什么？是时候制造一些噪音了。眼睛睁大点，小约翰。是啊，正在路上。是的，我准备好了，我去引过来一个。这边，小伙子，接下来我看到你了。你们就这点子弹？倒赢了。拜托啊，朋友，小伙子。有，哎，站住！倒赢了。动手吧！你出来！妈的！那有什么？开始你了！你们就这点。
小伙子。谁啊？八十，你在那儿啊？眼睛睁大点，小约翰。幸好我捡起来了。还是背面。我明白了。我看到你了。正面还是背面？好戏刚刚开始。好吧。那有什么？站住！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好，我们走。我会搞定。那是什么？等等。是啊，正在假硬币，马上就来。交给我吧，还有很多剩余。搞定了。这边朋友，向这位人物打个招呼。造型，样紧绷。计划是什么？到时间了吗？好，没问题。可可托来了，我喜欢这种感觉。准备好了告诉我，向这位人物打个招呼。造型。在路上，把这东西点着吧，准备好了告诉我。看到你就是的。这边朋友，准备好了告诉我。我来了，朋友。向这位人物打个招呼。你看到了吗？安静点就行。哎呀，好像会把自己唱歌的本事拿出来，我喜欢这种感觉。谁呀？我们不会就这样倒下。
正在行动。准备好了告诉我。样紧绷，交给我吧。好吧，盯紧目标。睁大点，小约翰，交给我吧。幸好我捡起来了。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假硬币，马上就来。是的，我准备好了，造型。正在路上，有情况。我来了，爸爸。混蛋！开始行动吧，朋友。像弓弦一样紧绷。好吧，那可不行。造型。战队准备好了，告诉我。火三元，好，我准备好了。是啊，正在路上。交给我吧。找到其他出路，好，没问题。等等，那是必须的。正在路上。好，我们走。这次我准备好了。幸好我捡起来了。正义搞定了，什么鬼，你他妈就是谁。是啊，正在路上。再这样的好吧，盯紧目标。找到了，搞定。好吧，交给我吧。好地方，当然，没问题。
没问题，搞定了。机不可失，师傅再来。看到你，机不可失，师傅再来。是啊，看到你了。幸好我捡起来了，那是必须的。当然，我能做到。我很抱歉，好，你太重了。明白了。交给我吧。好吧，一定很疼。好吧，一定很疼，那是必须的。知道。地方，你太重了，马上就到。明白了。好吧，交给我吧，正在路上。开始行动吧，朋友。正在行动，到时间了吗？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我们走，搞定了。15步，是的，我准备好了。向弓弦压好吧，盯紧目标。当然，我能做到。没问题，15步，找到。那是必须，搞定。朋友。
这边，朋友。啥？明白，朋友，一定有其他道路。造孽。好，我准备好了。好吧，盯紧目标。我会搞定，交给我吧。什么？妈的，看你了！十年，好吧，找到了。什么？他是怎么知道他们会来的？可以，那是什么？好，我准备好了。交给我吧。啥？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是时候行动起来，造孽。到时间了吗？可可托来了，我去引过来一个。弓弦一样紧绷，正在路上。我会搞定。交给我吧。他们说他很快，非常快。
他是怎么知道的？谁？弗兰克？对，他是怎么知道他们会来的？弗兰克老奸巨猾，我要是你的话，就相信他的直觉。多剩余。嘿，你认为那个美女是被他们强掳过来的吗？那个杀了自己丈夫的，很有可能。还是背面。你不会是爱上他了吧？你个混蛋！等等。强掳过来的吗？那个。准备好了，告诉我。弓弦一样紧绷，当然我能做到，搞定了。我来了，爸爸，这里需要增援。那个杀了自己，我来了，把这东西点着吧。嘿，马上。狠狠地揍他一顿，是时候制造一些噪音了。我去引过来一个。开始行动吧，朋友。拜托啊，朋友。小伙子，眼睛睁大点，小约翰。好吧。盯紧目标，正在路上。我可不。搞定了。什么玩意儿？知道了。计划是什么？根本没戏啊，朋友。可以，准备好了告诉我。向这位人物打个招呼。会把自己唱歌的本事拿出来。当然了，朋友，我听到了。来世再见。等等，开始行动吧，朋友。动手吧。是时候制造一些噪音。明晚，这边，这次我准备好了。哈哈，你在里面对吧？当然，我能做到。你们就。明晚，好吧，这边。这次我准备好了，我会搞定。是
是的，我会把自己唱歌的本事拿出来。十五步。哈哈，你在里面对吧？正在路上。我们虽然很，我很抱歉。那是必须的。啊，好吧，找到了。交给我吧。好，没问题。机不可失，是假硬币，马上就来。正面还是背面？当然。好，别客气，我们走。我去引过来一个。眼睛睁大点，小约翰。计划是什么？造型。需要增援。
是的，我准备好了。宝什么用来着？保密。弓弦一样紧绷，这次我准备好了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交给我吧。那是什么？正在路上。这是……好，我们走。好吧，一定很疼。到了。当然，我能做到。15步。马。是啊，正在路上。计划是什么？是时候制造一些噪音了。你留心观察啊。好，我准备好了。这是，那是必须的。别动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还有很多剩余，要点零钱，遇到了吗？我不想浪费时间。假硬币，马上就来。拜托，转过身去。好，我们走。没问题。嗯，你留心观察。嘿，正在路上。好，幸好我捡起来了，交给我吧。别动。
间了吗？交给我吧，还有很多剩余。正面还是背面？把耳朵塞上。我来了，朋友。当然了，朋友。眼睛睁大点，小约翰。幸好我捡起来了。想要点零钱？正在行动。眼睛真的，幸好我捡起来了。想要点零钱？计划是什么？拜托，朋友。准备好了，幸好我捡起来了。想要点零钱？当然。好吧，我明白了。那儿有什么？这次我准备好了。好，没问题。我明白了。我会把自己唱歌的本事拿出来。我来，是时候制造一些噪音了。正在路上，小伙子。我去引过来一个。灌木刚动呢，我来。眼睛睁大点，小约翰。15步。你太重了。当然，我能做到。搞定了，假硬币马上就来，那是必须的。幸好我捡起来了。拜托。转过身去，我不想浪费时间。我们走。停下！拜托，转过身去，搞定了。硬币马上就来，15步，好吧，盯紧目标。幸好我捡起来了。要点零钱，正面还是背面？想要点零钱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
步。好吧，盯紧目标。好，没问题。当然，我能做到。计划是什么？当然了，朋友。这次我准备好了，搞定了。15步。戏刚刚开始。这种事啊，我干一天都不累。请睁大点，小约翰，叫搞定。像弓弦一样紧绷，好吧。稳住啊！我来了吧。你留心观察。到时间了吗？我会搞定，知道吗？好了一个包裹，马上就到。睁大点，小约翰。你太重了，交给我吧。搞定。好吧，找到了。正在路上。什么玩意？好，我们走。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那是必须的。我会搞定。当然，我能做到。你一定很疼。好，没找到了。老天！哦，见鬼了！哦，这太疯狂了！我去，这太扯了！好了，我要进来了。这次我准备好了。是什么？我会把自己唱歌的本事拿去。准备好了告诉我。我该怎么办？明白。向这位人物打个招呼。把这东西点准备好了告诉我。安静点。行了，你需要支援。
吧。像这位友人，这边朋友，把这东西点着吧。向这位友人打个招呼。喜欢这种感觉。我去引过来一个。我明白了。您到了。向这位友人打个招呼。我知道你在里面。造型。来对付你，会找到你的。会这么容易被骗？来呀，若饥若夫，胆小鬼！逃不掉的。向这位友人打个招呼。你在哪里？太重了。制造一些噪音了。我明白了。听到了。噪音。你他妈是谁？是时候制造一些噪音了。我会把自己唱歌的本事拿出来。这边，朋友。动手吧。不玩意儿。睁大点，小约翰，正在路上。我会搞定。妈的，交给我吧。准备好了，正在路上。我去引过来一个。这边。好吧，我明白了。好，没问题。我知道你在里面。好吧，请目标。
冷静一点吗？这次我准备好了。好，没问题。正在路上，情况谁在这儿留下了什么玩意儿？嘿，是谁留下的？我会搞定。好了，我来提前从没见过这些角这里吗？搞定了。是啊，正在路上。交给我吧。好吧，盯紧目标，那是必须的。混蛋，你在哪儿？你只会让事情更糟哦。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干什么？该死的家伙！交给我吧。别客气。这搞定了。我不想浪费时间。靠，发生了什么啊？该死，这东西还没有固定好，这他妈是怎么回事？危险。我该怎么办？这太扯了。什么都做不了。卡住就行。好，说话，我准备好了，我会搞定。哎，我不想浪费时间，我会搞定。太疯狂了！我说了，这里没那么危险。我该怎么办？15步。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当然，知道你太重了。这他妈是怎么回事？好吧，交给我吧。太扯了，什么都做不了。交给我吧。没那么危险。15步。有情况。没那么危险。我该怎么办？是必须的。发现，那么危险，这他妈是怎么回事？交给我吧。太扯了。是啊，你太重了。好吧，交给我吧。真他妈一团糟。当然，没问题。撞死！这里没有邪魔，
没问题。真大点，小，当然，我能做到。正在路上。15步。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搞定了，那是必须的。好戏，我去引过来一个。这边，你留心观察。听到了，在这儿。假硬币，马上就来。我去引过来一个。这边，这次我准备好了，当然。搞定了，妈的，知道。好吧，交给我吧。是时候制造一些噪音了。火把，滚出来！像光线一样紧绷。好吧，盯紧目标。正在路上到。接下来呢？搞定。明白了。把他卡住就行。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造型。我想要一双新鞋。我可不想被一辆该死的胖子撞死。必须的。没有想过，你的手太过。是啊，正在路上。那东西伤不到我，失不再来。你能冷静一点吗？我说了，这里没那么危险，还有很多剩余。交给我吧。好，没问题。我会搞假硬币，马上就来。把耳朵塞上。我可不想被一辆该死的矿。还有很多剩余。哇，转过身去。好，别客气，我们走。什么玩意儿？谁在这儿？正面还是背面？当然是啊，别客气。正在路上。哎，那脚印，黑在这儿。幸好我捡起来了。想要点零钱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啊！好，我们走。15步。我来了，爸爸。好吧，找到了。好，没问题。你太重了，我的矿石，这东西，你能冷静一点吗？搞好吧，走。
交给我吧。我固定好。那是必须的。别提了，哎。是时候行动起来了。拜托啊，朋友。把这东西点着吧。不发。眼睛睁大点，小约翰。当然，我能做。正在路上，好吧。盯紧目标，15步，好吧。盯，当然，我能做到。可是，事不再来。好戏刚刚开始。我去引过来一个。像弓弦一样紧绷。15步。当然，我能做到，好吧。盯紧目标。真是卑鄙！正在路上。知道了，你太重了，马上就到。明白了。见了吗？好，我们走。那是必须的。是啊，正在路上。正在路上。好，我们走。他妈是谁？住手！我会搞定。是啊，正在路上。是时候制造一些噪音了。这次我准备好了，正在路上。当然，我能做到，我会搞定，好吧。盯紧目标。是时候行动起来了。我会把自己唱歌的本事拿出来。我喜欢这种感觉。听到了，发现你。狠狠地揍他一顿。我会把自己唱歌的本事拿出来。明白了，朋友。我听到了。谁？来了，朋友。
正在路上。是啊，正在路上。那是必须的。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好，没问题。正在路上。干嘛？交给我吧。15步。我来了，爸爸，找到，搞定，好吧，交给我吧，好地方，马上就到。搞定了。没有。是啊，正在路上。弗兰克是这么说的，他很少出错。我希望他这一次是错的。希望如此。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啥？啊，没事。赫克托来了。可以。哎，时间了吗？没事吧？我会搞定。这个地方想得笨。正在路上。好，没问题。假硬币，马上就来。哎，好吧。奏效了。假硬币，马上就来。好吧，盯紧的，客气嘛，你太重了。我会搞定。能好的。好，没问题。有动机。15步。哎，当然。难道人了吗？没有，我不认为他们会从这边来。我很抱歉。搞定了。15步。难道人了吗？没有，我不认为他们会从这里来。真是卑鄙。为什么？
听弗兰克说过，他们很聪明。好吧，盯紧目标。当然，我能做到。这个地方就像个粪坑，别让弗兰克听到了，他真的很喜欢这里。是啊，但弗兰克已经老了。好，没问题。好吧，盯紧目标。正在路上，十五步。你真的认为他们会来？弗兰克是这么说的，他很少出错。我希望他这一次是错的。希望如此。当然，一定很疼。是啊，正在路上。好吧，希望如此。是啊，正在路上。当然，我能做到。看到人了吗？没有，我不认为他们会从这边来。嗯，为什么？啊，这真的，幸亏弗兰克说过，他们很聪明啊。盯紧目标，那是必须的。当然，我能做到。假硬币，马上就来。好吧，盯紧目标。有很多剩余，想要十五步。山上，我来了，爸爸。火计分。因为弗兰克说过，他们很聪明。很多剩余。零钱，好吧，一定很疼。掩护我！这没食物，就这，一定很疼。正面还是背跑吧，盯紧面，一定很疼。什么？把他们干掉！真无聊。那是必须的。发现你了！住手！这个地方就像个粪坑，别让弗兰克听到了，他真的很喜欢这里。是啊，但弗兰克已经老了。但我没有，我知道他会从哪边过来。给我一点时间。来了，搞定，好地方。现在还不行，好，好，知道了。你太重了。
当然，我能做到。交给你，好吧，交给我吧。搞定了，知道了，搞定。好吧，去哪？明白了。那是必须的。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假硬币马上就来。计划是什么？正在路上。想弓弦，幸好我捡起来了。正面还是背面？我准备好了。不想浪费时间。可以。时间了吗？好戏刚刚开始。是啊，正在路上。什么？开始行动吧，朋友。你留心观察，眼睛睁大点，小约翰，搞定了。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是的，我准备好了。好吧。准备好了，交给我吧。正在路上。那是必须的。我会搞定。我来了，朋友。明白，朋友。当然了，朋友。这边，朋友。狠狠地揍他一顿。到时间了吗？是时候行动起来了，我会把自己唱歌的本事拿出来。正在行动，小伙子，样紧绷，十五步，一定很疼。脚，你太重了，好地方。好，没问题。是啊，正在路上。我明白了。
回事？情况？哎，正在行动，一定有其他道路。好吧，盯紧目。奏效了，看到了吗？正在行动。眼睛睁大点，好吧。听到了，盯紧目标。一定很疼。明白，朋友。小伙子，听到了。眼睛好吧，盯紧目标，机不可失。再来，你们就这点。明白，朋友。眼睛睁大点，好吧。听到了，盯紧目标。奏效了，怎么回事？把他们干！我过不去那边。听到了，眼睛睁大点，好吧。那是什么？我很抱歉。掩护我！我明白了，小伙子。听到了。我过不去那边。我很抱歉，你太重了。好吧，交给我吧。搞定了。我来了，朋友。动手吧。是啊，正在路上。15步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真是卑鄙！这是找到，当然没问题。没事吧？开始行动吧，是时候制造一些噪音了。当然了，朋友。这边，眼睛真……当然，我能做到。奏效了。知道，你太重了，好地方。什么玩意儿？老娘养的。正在路上，知道了，搞定，好地方。有什么情况吗？我来了，朋友。我去引过来一个。谁呀？可以。到时间了吗？当然，我能做到。我等着啊。谁？假硬币，马上就来。我去引过来一个，把这东西点着吧。谁呀？这次我准备好了。当然，我能做到。假硬币，马上就来。是的，我准备好了。我去引过来一个。当然了，朋友。滚出来！这次我准备好了。好吧，盯紧目标。一定很疼。找到了。当然没问题。搞定了。搞定。马上就到。我来。
来，我会把自己唱歌的本事拿出来。什么玩意儿？明白，朋友。谁呀？呜呼！到时间了吗？十五步。是啊。我来了，爸爸。知道了。你太重了。交给我吧，还有很多剩余。正在路上。是时候行动起来了。我没准备好就告诉我。那是什么？干什么？哎，你！你留心观察。好，我准备好了。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我会搞定。是啊，正在路上。交给我吧。好，我们走。搞定了。那是必须的。好吧，盯紧目标。当然，我能做到。好吧，搞定。没有。他在哪儿？出来吧，我现在没心情闹。来吧，我现在没心情闹。你是在躲着我吗？喂，好了好了，你爱咋咋的吧。我会搞定。好，没问题。别。好吧，盯紧目标。正在走。当然。没问题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我们走。是啊，正在路上。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这次我准备好了。交给我吧。
正在路上。机不可失，十五步。知道了，你太重了。交给我吧。啊，妈的！好，我们走。搞定了。那是必须的。当然，好吧，搞定，明白了，好地方。什么鬼？那是什么？好吧，交给我吧，马上就到。计划是什么？我喜欢这种感觉，向周围人物打个招呼，造起来，准备好了告诉我。见了吗？好吧，盯紧目标。好，没问题。好戏，向这位人物打个招呼。好吧。一切就那样结束了。叫弗兰克的那个人倒在沙地上死了，男孩以胜利的姿态站着，他终于为父亲报了仇。男孩低头看向自己的双手，上面沾满了鲜血，至少他的内心是平静的，或者他希望如此，也许这样会更好。但现实总是喜欢反转，我们都知道事情的进展不会就这么顺利。孩子的梦永远只会是幻想，这已经是命运的一次难得的大度。谢谢你迁就我，我想我们的交易暂时先到此为止。如果我未来还需要你，我会告诉你的。在那之前，不要忘记，我的客户们一直在注视着。